小姐，斑马，你干嘛跟踪我？学姐，你干嘛踢我？我是来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我宋朝明是谁？需要你的保护啊？你去保护你的吃货男吧。他又没有喝醉，我干嘛要去保护他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喝醉了，你就不会来找我喽？宋浩，我给你3秒钟。 让你消失在这个地球表面，不然你就死定！1、2、3，干什么你？放开！我不放开！你不让说，我就不放开！你不让说，我就不放开！你不让说，我就不放开！学姐，你这么生气，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？ 意外的收获，哇，学姐，你太牛了！牛，没有啦，他们之前都是找方宇拍的，现在方宇离开格斗界之后呢，他们就找上我了。我也是拒绝了很多很多次，可是他们就是死缠着我不放。我想说就答应他们一次吧。这点啊，我可以作证。学姐，你太性感了，性感！哎呦，我也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做的啊。 明明人家就是可爱型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拍的这么性感、这么漂亮。<笑>我看看，哇，这个图片配的也太凶了吧！你看看，哪是他嘛？这明明就是摆造型，还有打灯光才有的。<笑>姐，啊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最关键的还有这个腹肌，宋小米哪有腹肌啊？明明就是画的。<笑> 把他抬到医护室去。是。好啦，小米，你生气了，最性感了，我喜欢。而孙浩也因为够努力，在爱情、学业上，都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成果。我们跆拳道社呢，十分重视腿功。 所以有练手三分，练腿七分的说法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有请我们的副社长孙浩，还有助手小花来各位示范。选手就位。 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小米学姐吩咐过了，说要帮你立威的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为副社长的示范鼓掌。 前踢准备，一，二，马一成的改变更大，几乎可以说，是判若两人。二，一，二，认真点，社长。 我的基本功还行，你错了，你学不好拳就是因为基础不够扎实，基础一旦歪了，什么都歪了。加油！一、二。至于我，还是打工、上课、照顾弟妹。 时间可以让人遗忘了，为什么他的声音，他的笑容，却始终历历在目，仿佛不曾消失。